谢谢你，小雨。哇，这里好热闹啊！小野哥哥，快过来呀！副院长的表演已经开始了。举起你们的双手，跟我一起摇摆，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，嗨起来！我听不到你们，声音再大一点。雪，他们这是在干嘛？迦南学院每年的内院选拔赛后，都会举办一场狂欢派对，为优胜者庆祝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不过这和服上的字写的也太丑了吧？是老夫所写，有意见吗？哎呀，细看之下，这字写的俊逸挺秀，雄浑苍劲，点点似毫，撇撇如刀啊！哼，够了，马屁拍上去就行了。哇，萧炎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吴昊，又要找我打架吗？少废话。你来真的？哼，好好享受今晚吧。以后我会经常找你切磋的。嗯？苹果怎么缺了一口？切，其实这家伙就是不服气吧。我们的爱都不被爱抚长官，我爱的他不爱我。你真白痴。走走，雪儿，我们离这鬼哭狼嚎的地方远一点。看，是萧炎。真是他，他拉着雪儿女神的手，过分。他好像和书上写的不太一样。这位同学，什么书在写我呀？能借我看一下吗？就是这个。是什么？萧炎身世之谜，萧炎血型与星座大揭秘，萧炎身高的秘密。胡扯！我的身高明明是自己长的，哪里用在高点了？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也是在那边买的呀。可恶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在乱写。萧炎如何孤独求败，抱得美人归？白山从此走上因爱生恨的不归路。妖女还是虎妞？虎家转型能否成功？一切答案尽在迦南时讯。本期主题：迦南内院之争。我买了，给我来一本，是不是真的呀？我也要一本，我也要。具体怎么回事？快告诉我。只要100块，100块，你买不来吃亏，买不来上当。现在购买还赠送旷世奇才萧炎的个人档案。这位同学，来一本吗？要随便把别人的档案当商品卖呀，混蛋！竟然毁掉我珍贵的商品，还敢在我面前玩火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丹火之气。丹火之气，哼，班门弄斧。不愧是炼药系长老们心心念念一定要找到的人才啊，控火能力果然非比寻常。你刚才是在试探我？哼，试探不敢当，我是炼药系的陆木，兼职迦南学院院刊的主编，以后有事说话，姐夫我一定帮忙的。萧炎表弟。姐夫表弟？原来他没有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和你表姐萧雨他早就少给我胡说八道，我忍你很久了。玉儿，你怎么了？玉儿，我们那些美好的时光你都忘了吗？萧玉，不用不好意思承认啊。别听他胡说。是真的，我有爱的证据。不可能。啊，这样也可以啊。陆木，你果然精神有问题，居然会喜欢这么暴力的萧玉。臭小子，有胆你再说一遍。你们几个别闹了，快保持安静站好，副院长要发言了。等会儿再找你算账。
首先，我在此祝贺晋级内院的51名学员，但是这在迦南学院中仅仅是个开始而已。你们升入内院后，要更加齐心协力，共同进退。因为在内院，有很多想象不到的艰难险阻在等着你们。切记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团结就是你们这些新生最后的武器。最后，萧炎、小薰儿、吴昊、白山、武家，你们是这次内院选拔赛前5名，会获得额外的奖励。明日一早来我这里报到，与我一同前往学院书阁。爷爷，这哪里是藏书阁啊？明明就是迦南图书馆啊！武教，你能肆无忌惮叫我爷爷，没大没小的地方也只有在外院了。在外院，你们都是身负盛名的天才，而内院里卧虎藏龙，相比之下，你们不过是一粒尘埃而已。一定要戒骄戒躁。藏书阁内汇聚了迦南学院无数珍宝，每次选拔赛只有最优秀的5人能够进入其中。若能在里面得到什么机缘，此生受用无穷。好刺眼！啊，这就是藏书阁？这也太寒酸了吧！你们就没看出历史的沧桑吗？没有。肤浅。随我进来吧，今天能否有所收获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啊！哇，别有洞天呐！这藏书阁果然内有玄机。好壮观呀、啊！爷爷，快带我们进去啊！外院虎前带领本届内院选拔赛前5名报到，恭请二老开门。什么？哪里有人啊？是啊。完全没看到人了，胡前，这次真慢，还请二老见谅。啊，这两位长老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之前没有感觉到一点气息啊。这便是今年的前5名，好像比去年的强一点。那么事不宜迟，开始吧。空间锁，开。杏儿，小心。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走进科学探索真相，学院后山神秘声音大揭秘，一切尽在迦南时序。如歪似题，沙哑如陈年破钟，形容得很贴切啊，就是你昨晚的那个叫声。哼，如果那家伙又在乱写，他这辈子都别想追上萧月。我明明是照着练的呀，怎么就是不对？你根本就没掌握要领。所谓狮虎碎金银，运斗气放生时如狮虎齐啸，使万兽臣服，有碎金镇魂之大威能。可你呢？我就是这样做的呀。斗气汇聚于丹田，激发斗气中的龙气，凝聚于喉。师傅，你够了！谁心动情萧瑟如烟火，轻扰内心悸动，儿时许下的承诺，独行伴夜空。一缕红破苍穹，灼热海誓山盟，总是我路斑驳，也会信守山河，前路墨画千万朵，一路风尘陪你风。
声声入梦，别或否，世间有千万种，这浮生路途漫漫，此情多重，半黯淡，半绚烂，半千帆。一夕风，一曲梦，梦里为谁心动？情萧瑟如烟火，侵扰内心悸动。而谁许下的承诺，独行半夜空。一缕红破苍穹，灼热海誓山盟。纵使我有斑驳，也会信守山河。前路墨画千万朵，一路红尘陪你疯。